好，上课喽！哎，你会不会听 ？OK，大家今天都还好吗？漂亮，来，多淋雨嘛才会长高啊！OK，可见大家都吃饱了吗？OK，好，今天有回家拜拜吗？有，祖先有没有很高兴？有。OK，好，我是村长，欢迎各位今天来到铁花村，看得到我吗？哈，可以哈，好。那今天演出的乐团呢，叫盐味音量，音量是台东这边在地的天团哈。很高兴在这个连续假在这里跟他们在这里跟大家见面碰面。那待会演出当中呢，村长宣布几件事情，请大家互相配合。在演出当中，位置上不能够抽烟，唯一抽烟的地方在那边，那边有些吸烟区，你一次在那边抽5根10根没有关系不要憋气就好了。那这边去厕所，先女生再男生，各位，你如果喝完的瓶子跟那个啤酒罐。不要丢到那个放在垃圾桶上面，然后到我们车吧那边，可以吗？车吧那边去兑换饮料的地方。今天虽然这个雨应该12点才会停了。那我们前面也有卖雨衣你不打开不用的话可以保存10年。希望你们多多使用，多多购买铁花村的雨衣。好，那演出当中呢，大家可以拍照，但是不要用闪光灯。你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用闪光灯哈。那待会演出当中呢，这间蓝色屋子，今天歌手的休息室，你非工作表演人员不要超过这边前面那个我刚刚敲钟的地方，好不好？OK，你如果超过的话，那就超过啊，那就超过哦，怎么办？就不要有事没事往那边跑。如果说你们要。跟他们照相聊天的话，请他们在结束之后呢，再找他们，好吗？手上盖个章，随时都可以进出那个出入口。那今天盐味音量也带来很好听的歌曲会大大的在这里唱适应今天的这个节日大悲咒。OK，好了，开玩笑了，好。那最后呢，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旅途平安愉快。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走路可以边喝边吐，但是不要为难警察，好吗？好，那现在呢，最后我们来一起呼口号，呼口号，好，讲真的，好。我们现场有很多狗哈，不要喂它们哈，你要喂它的话，你就拿那个现金给它，它会很高兴的，好吗？他也会认现金了，那个比较实际一点。好，最后呢，我已经讲过了嘛，再一次代表台湾好基金会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虎虎生风晚上风调雨顺。好，OK，现在我们就掌声欢迎盐味音量。嗨，大家好，辛苦你们了哦。下雨天这样子，还来看我们干嘛呢？没事。我们是盐味音量，然后我们在台东已经14年了，哎，所以感觉你们对我们陌生没关系，感觉都是。那个生面孔哦，就是不是有看过我们的吗？举个手嘛。啥？那人是大概是1/10的人数。台东没有关系，那就是
我们今天的音乐，然后分享给你们听。那第一首歌呢，我们要唱的是我们写给我们自己家乡的一首歌，叫做《山海在》，你们听看看喽。Yeah.
谢谢大家。哇，大家第一首歌永远是那么的澎湃。绿给老师，我这边可以给我声音湿一点吗？下雨天还不够湿啊。有点干这边的。OK， 没关系，等一下唱的时候。好，那么你们喜欢这首歌吗？耶、yeah! ！OK， 那我们今天的表演就有值得了。啊，其实这首歌我们是很久以前就写了，然后我们在那个4111的那个南回医疗专辑里面的时候，然后有收录跟那个反核专辑的时候，然后这首歌都有收录在里面这样子。那希望明年能做的事就是把这首歌收录在我们自己的专辑。Hello， 好了，这是新年新希望。好的，那么带来下一首歌，叫做《飘落》。耶。我现在的我们却只能剩下朋友。
头痛痛痛，昨晚的里头就浓浓雨水打在屋顶，咚咚咚，这里面怎么是脸臭臭，是我很久没唱歌，唱完这前面的几首三首，感觉有点缺氧呗。啊，可能是今天关系，那个天气的关系啊。早上不就你们早上就来台东了吗？没有，早上不觉得很热吗？很适合扫墓的天气。这个怎么下雨呢？晚上的时候，还有感觉体育村的工作量要满满出出的。而且今天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表演的时候啊，鼓手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因为通常他都在后面那个架一个台子给他，然后不要以为他是外国人，他其实，他其实，山地人，他只是长得像外国人，哎，所以他今天穿白色，没有发现到只有他白色吗？因为那边灯光如果暗下来的时候，可能 maybe 你们会看不到他。好了，不要再讲他了。每次都开用他。接下来我们要唱的呢是，这首歌我们也大概有没有五六年没有唱了。然后这是我们学生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啦，然后，因为学生的时候刚看到很多毕业的学长这样，然后出去，其实我们读那个东中嘛，那奇怪他们东中高中毕业的时候，只有很像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的样子，第一个要么就是升大学，然后再来就是职业役，就是这样。然后通常那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工作真的比较难找，那在这个状态就有那个灵感，然后就把它编了下来，写了下来这样子。那你们听看这首歌叫做《自己》，好的。
着头从哪里过来，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什么没说，只摇一摇头，看了我知道是什么事，因为他的外表那么出众，从头到脚都在回应我，他是原住民，原住民，哦哦，社会就是那样现实的残酷，因为我们的身份和别人不一样，现在工作那么难找怎么办，没关系，没关系，靠自己，没有办法，小时候在唱的呢，都找到工作了还在唱这歌，我要鼓励年轻人啊，高中要认真，所以不是毕业就等于失业，哎，哎，这是前辈的歌，好，接下来我们要收起心情，哎，走心，然后我们要唱我们的乐团的抒情歌，那这首歌叫做守候，你们听看，哎呦傻傻那么快就反应，不错不错，好，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守候。
过了好久好久，我已不再拥有。寂静的夜里，我独自守着寂寞，日子一样的过，心情不再沉重。我知道这是一个等候，从离开到现在，一通电话都没有。难道是你忘记还有一个我？想对你说的话一直放在心里头，希望有天能对你说出口。你可知道在这个世界有人为你默默守候？不要忘记曾经过去我们相爱的经过，天长地久一直到老，我从来不奢求。爱你的人始终在守候，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情歌哦，但是我们做了一点点的改变，让它没有那么的悲伤。好，这首歌叫做《还记得吗》。
其实可以不用硬叫也没有关系啊，我觉得没关系，我们就这样沉默的，然后进入这首歌这样子。硬叫的，那我们硬叫看看。试看看硬叫的。OK，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哦，逼自己。硬叫派的。啊，可以叫的比较含蓄一点。还是。好，这首歌还记得吗？还记得吗？那些有关你和我，和树与影，有关泪与笑的风景，逐渐的充满能量，储存在心底某个盒子里，盒子里。还记得吗？那些无谓的是非，无谓的难过，无谓的相惜相恋，风吹过的那些痕迹，留下转身过你的背影。到现在我还想念从前我们的笑脸，是否一旦走出过去，愿望就无法实现？送给我的翅膀像是天使的魔法，紧紧靠着给我力量，我藏在心底最深处。却有关你和我，和树与影，有关泪与笑的风景，逐渐的充满能量，储存在心底某个盒子里，盒子里。还记得吗？那些无谓的是非，无谓的难过，无谓的相惜相恋，风吹过的那些痕迹，留下转身过你的背影。到现在我还想念从前我们的笑脸，是否一旦走出过去，愿望就无法实现？像是天使的魔法，紧紧靠着给我力量，埋藏在心底最深处。到现在我还想念从前我们的笑脸，是否一旦走出过去，愿望就无法实现？送给我的翅膀像是天使的魔法，紧紧靠着给我力量，我藏在心底最深处。
谢谢。下种种情缘，我总是会被牵连，想尽办法忘了你是谁，但是爱得太深根本无法磨灭。想让知道我为你做的改变，想让你知道其实等待是一种爱的表现，想让你知道我做的一切都不虚伪，想让你知道我爱你的心从未消退，总是会被牵连，想尽办法忘了你是谁，但是爱得太深根本无法磨灭，想让你知道爱的表现，想让你知道我为
谢谢大家，我们的上半场就先到这里咯，大家可以去上厕所，也可以来前面看看，好像没有下雨了。谢谢大家，我们休息一下。上课喽，先生们、女士们，赶快回到位置上哈。哎。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怎么了？没有吧？下雨了。哇，那就退回去吧。还是你们要坐这边？这边太正，我们已经很举了哎。台上风比较大、啊，对啊。可是我们的风往后面，我本来说今天下午的时候遇到那个，就是铁花的工作人员这样，假如说很热嘛，我就跟他说今天不能台上架个电风扇这样，就怎么知道下雨，然后现在很冰呢，很湿冷，还有没有痛风？他给你关掉了，怎么？来说说而已嘛，还是可以开啊。他也是关关而已啊。对啊，他有点存在感在台上。好嘞，然后，哎，那等一下呢，我们下半场的开始，我们会唱一些就是主语歌，那是我们用自己的主语写的创作。那这个我们这个团呢，都不是同一组，我们看得出来吧？看不出来。那很不明显。对，我们很不明显。我们两个明明同一组的，就长得不一样。对。然后为什么要长得一样？就比较没有雷同的一地方啊，我们不像美，也不像男。男，不美也不男，到底是好？好难。那就好难。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吉他手呢，他是台湾族，那在住在。金轮，你们知道金轮吗？有没有开南回那个很长的那个金轮大桥？金轮大桥，对，从此以后他们家那边就没有什么车了。然后要弯进去金轮市区，对，要弯进金轮市区。地长了，真的吗？我上次路过的时候，想说开进去就路边的杂草蛮多的，本来都没有的就，就蛮茂密的。好，那我们的那个鼓手，他知道会换他了。好，不是啊，他是开民宿的，我灯有加强了。杨梅家的台湾族，杨梅家的台湾族，杨梅家的台湾族，然后他是康康，他也是金轮的，然后最近在干嘛呢？啊，最近在用头发，他为了这个表演，他用这个头发用了三天了。主要还是未婚啦，未婚。对，那未婚，那。然后，这个贝斯手还在目前在调音，他是也是未婚呐，未婚，对，他是卑南族加阿美族，美男族，那他是光复，哎呀，我们要讲一下，我们上次去上海表演的时候，然后介绍他，我们的贝斯手光复，台下一。安静，一片安静。谁叫你取这个名字啦？连主持人都不回他，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叫小红了，马上改名阿红。怎么是阿红？啊，你有多少炸鸡？拜好，然后我也是跟他一样，我们两个都是同一个族群。来，
也是美男主。嘿呀 ，O 型天蝎座。其实我通常都是讲南美族啦，就是比较喜欢哦。哎，你也是 O 型啊？哎，对啊，你也是啊。O 型啊。O 型啊。哎，我现在知道，原来我们可以互相捐血。14年了呢，才知道哇。因为你是哦、欸，我们四个都 O 型好吗？谁 O 型？你也是 O 型啊？你是哦、喔。哎、欸，对、啊。你什么？Lucky 啊 ，Lucky 是 O 型。哦，那个 Lucky 是我们的 P 啊。难怪我们的团名有一个 O 开头。哎，怎么念？你念呢、啊、？OK， 那英文的部分我们就跳过了。OK。然后回到我们要唱的这首歌，这首歌叫做《Inua di Vuvu》，然后是台湾语，叫做“奶奶你在哪里”。哦，为什么不讲阿嬷就好了？为什么讲奶奶？我觉得突然你刚讲到上海，突然想到他们的介绍是奶奶，他们不能讲阿嬷的，他们没有讲阿嬷的。爷爷，爷爷可以，奶奶、爷爷都是，对吗？也是，对。然后这首歌就是一个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靠。谁信？好嘞，好了，就是思念亲人的一首歌。那有时候思念的时候不一定要那种很难过或很悲伤这样子，也是可以很快乐的。对，快乐，因为思念的那个人他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人，开心的人，很善良的人。哦，怎么像一个人？怎么很像一个？很像一个跳过。啊，没事。好了，我们就当作思念他。对，也可以。对，不要哭。哦、oh, ，这样就不一样了呢。感觉哦，有了。对，好。下半场来了。好，这首歌叫做《Inua di Vuvu》，是一首台湾语的歌。Tsunami ringan, tsunami ringan
刚刚那首歌啊，伊诺迪夫妇，在2014年嘛，是2014吗？好老，对啊，对嘛，2014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参加那个母语，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赛的时候，然后我们拿到原住民组这首歌是第二名，嘿。然后我觉得当第二名比较好。对，不要一直当第一名。当第一名的，明年又不能比赛哦。对，对，很快就被忘记了。只留下 MV。对啊。哦。没有了，就可以换名字比赛吧。OK 啊，然后再比同一首歌啊，今年再比一次。同一首。可以吗？我不想。然后就还不错啦，其实第二名。的那个奖金还是啊，主要是这个那个了。活到了今天吗？靠那个奖金？哇！如果活到了今天，我可能很瘦了。这样的话，从那个时候哇，几年了？要5年了呢，4年多了。靠那个奖金活到现在的时候，哎，我现在已经被吹走了。现在，然后就这样子嘛。这首歌那时候过得还不错。下一首那个后半年，下一首歌是第几名？然后在下一首歌呢，然后我们这首歌又参加同一个比赛，报了同一个比赛，没有另外一个，结果没有入围。我们是另外一个、啊。然后我们去比另外一个比赛，然后他又是第二名，所以我们专门写第二名的歌啊，就没有很少拿到第一名的歌。所以不要乱唱我们的歌。哎，会第二名。只是参加那些比赛之后，我们像参加其他比赛，我们也没有什么得名的呢。就从那个时候的巅峰，就现在有点下坡。哦，还好吧？还好吧？是吗？对啊，对啊。那是你还在高峰啊？看你很巅峰啊！哎，不能这样讲，我是对空气过敏啊。OK OK。我呼吸会过敏，过敏就会肿起来，对不对？意思？支气管发炎。然后就全身肿胀。至少袁惟亮的歌也是传唱率很高了。哎，是啊，我们的歌通常是红在那个南回公路以后。宜兰。没有啦，就过了南回公路。OK。差不多那个地方。今天唱完以后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哎，怎么了？哦。哦。为什么？过敏饮料。过敏。我有点过敏。那你喝这个会被杀菌。啊。然后下一首歌叫做，叫什么？哦 ，Dima 什么那是奈，然后也是台湾语的，就是我们的乐团的团员，台湾组的比较努力在母语这一块哦。然后我们的那个加油们，加油！因为我们要两种语言啊，所以我们比较复杂，会打架。对，卑南语跟对啊，阿美语写了卑南语，然后妈妈吃醋。没有啦，那个。卑南族的金曲奖太多了，可是写歌跟金曲奖不一定会中吧？有啊，我
我们有散步衣啊。哎，走步。对啊，哦，走步。或者说你要讲一个我们部落的，结果你讲一个，聊太久了，唱歌了，唱歌了，啊，我不能让你太骄傲啊，聊太久了，唱歌了，好，好，没关系啊，那我们唱到一半停下来再讲一下，啊，篮网已经拿几个了，我也不知道，你看多骄傲啊，我不知道，也不是我拿的啊，好了，是我的邻居拿的，然后，不要了，你拿格莱美就好了，对。可以呢，我拿奥斯卡，哎，没有什么关系啊。你不是有演微电影？没有，我有得影奖啊。真的假的？对啊。那个会得奖吗？那个有比赛？有。哦。可是没有拿到哪一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没有看过那？哎，那个叫什么？介绍一下吗？你的微电影呢？你呢？那是你呢？好，好，我们先唱歌。好，唱。台湾语哦，叫做 Dimas Masnai， 然后它的中文是谁在唱歌？哎，就是问。
的爱，我怎么对抗孤独像我啊，却没有你的坏，我怎么明白爱情如此狼狈，爱总是太难过了，难过的歌听一听，多听一点就不会很难过了。不可能。好，接下来呢，下一首呢也是那个情歌哦，然后这首歌是《不曾后悔爱上你》。耶！哈哈。啥啥呀？那以后就不会有你们喽。因为他拿就是乌克丽丽哦。妈。好啊。这首歌在那个 YouTube 看都 cover， 都是南回公路以后的。并不是我故意要对你冷淡，而是因为太爱你，却又无法拥有你。我不想越越深，只好忘了你。毕竟你不是我的，这么伤心难过也没有用。我为了结束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我也只能选择。结果的爱情，我也只能选择。
不曾后悔爱上你。谢谢。唱完了这个两个我们那个点播率最高的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点播率特别高呗。啊？他们应该忘记了。走。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呢？陈，你过来一下，你上厕所。豆比。陈晨啊。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你啊。我们等你。好了。我要介绍一下这个歌啦，那时候哇这更久了呢，十年前吧可能，然后我们去啊差不多吧，十年前，然后我们参加一个那个狮子乡，加油加油，狮子乡的乡歌，狮子乡唱吗？为什么突然叫乡歌呢？我的狮子乡，加油加加油，是这样吗？哇塞，还是狮子乡，还没换哦，还没换版哦，哇哇，那然后呢？然后我们去比赛的时候，我们又第二了，我们都第二魔咒，我们好像就。铁花的焚风乐团比赛第一过了，然后剩下的都是第二名，不去了啦，所以我们叫亚军的。然后这首歌是，我们的贝斯手，他在跳槽来我们这边之前，我们在把他吸收之前，他有一个不是跳槽啦，哦，跳槽，不是吗？不然呢？是被挖掘，挖掘，所以你在那边没有什么。有啦，我还是有贡献啊。哦，就贡献这首歌，然后现在逼我们唱。没有哦，这歌单不是我排的。好，然后是他在去外地读书嘛？对，那时候国中毕业，然后到花莲念书，不远啦，三个小时而已。可是你念什么花体哦？对啊。哦。对，然后就是想家啦。他是运动员啊，看得出来吗？看出来哦，天空的星星这样，然后就跟，然后就跟朋友运动员都对准星星，怎样？运动员怎样？都对准星星了。对对对对。然后就许愿这样嘛。那是一个目标啊。对对对。然后他就写了这首歌，这样吗？对对对，记录自己的生活，想家的歌。哎，你们要听看看我们那时候比赛的版本。十年前的版本，那个昨天练团的时候有点恶心，就哎呦，怎么以前可以这样唱？哎，对啊，你们有没有听过现在的版本嘛？所以没有，没关系啊。这首歌有拍 MV 呢。哎，对啊，这个真的厉害的这个，他以前还在一个乐团叫小董事的时候。哎，大家知道有宝商品吗？哎，你们知道宝商品吗？海滨公园。海滨公园。他们好像都外县市的哦，好吧，那你们知道吗？硬要问，所以他们的 MV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保留了宝商品的画面。对，县政府应该颁奖给你们。还有一个国光号，国光号哦，国光号，你们知道国光车站吗？没有人知道。好吧，你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坐公车的年代，那个年代，以前那就在那边。你知道国光号在哪里吗？那个秀泰影城，就是现在的秀泰影城，他们也在那边拍 MV。对对 对, 對，他们才高中生也在那边拍 MV 啊、哦，跟真的一样呢。这都钱，因为他们那个小董事的时候，跟我们就是打对台，对啊，就是互打的乐团嘛。对他讲，他那个就是刚刚讲话那个就是小董事的吉他手啊。对啊对啊，主唱。啊，那个鼓手我不知道去哪里了。走，在那边啊，蹲在那边。我们是猎人乐团的。哦 ，Hunter。然后我们像比完那一届之后也没有了嘛。结束了。
解散。对，就解散了。拿到钱就走了。奖金猎人。可是那时候我们的第一名也蛮酷的啊，现在的 Busing 哎。Yeah, 对啊。Yeah, 本来他们要输嘛。啊，没事啊。好了，那我们就听看看这首歌哦，《星星》。知我心。好，欢迎光复清唱。星星、啊。知我心。我不会唱那歌。前面不是会有欧嗨呀吗？望着天空许下愿望，看着星星在说话，每夜我要看着星星，每夜我要看着星星，想着许多的事情，每天忙着杂七杂八的事，在这里过的许多生活，我希望每天都很快乐。Oh,
买杯，挫折，一个挫折，对，一个感动。我那么的赶上去了，一个痛。所以我们没有默契了，白已经九年过去，始终如一，还是没有默契。不是原团员啊。哦，对，不是原团员，没有感觉，不是原来的那个团员，不是猎人，好像只有你不是。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帮一个那个第一名的乐团打鼓。对啊，假西亚的时代。那时候还在 SE， 现在的 Bassy， 哦。好，下面呢，这首歌。也是我们哇，也是上次我们练团的时候，然后我们去找就是最近一次唱这首歌的影片，就哇六年前，六年呢没有唱，可能忘记这首歌了吧？手机没有啊，现在手机没有办法储存，然后真的我也没有想过我们会再唱到这首歌，你们听看看好不好？我们也是我们学生的时候的作品，叫做《彼此》，然后还会吧？我们大家都傻眼，他们根本没有听过。对，没有听过就很好啊。这边可能就铁花村的人有在听到了，应该只有林若文吧？哦，直接全名了，若文姐姐。若文，你们知道若文谁吗？若文女神。对啊，应该就女神听过。蓝心的主唱，咦，老啊。好了，没事。因为他说他小时候听我们的歌长大的，他明明就童年。啊，太早红了啦。好，我们有红吗？所以现在不红吗？可以再红一次吗？下坡了，下坡了。好，好了吗？彼此。在讲我们呢，千万不要听那个歌词内容。觉得以前学生的时候写到很热血的感觉啊，主唱都还是漂亮的，长的每段都有着一些守护。回想的季节，牵住树的想念，如你和我像是默契难言，一种特殊魔力给了彼此全世界的勇气。你要吗？很想念我吗？故事开始有了开端，不再与畏惧不战。挂念我吗？结局变得扣人心弦，有你真好真好。剧场的每段都有着一些守护，分享了自己。
是开始有了开端，不再畏惧，不再你好吗？还挂念我吗？结局变得扣人心弦，有你真好真好。不管多少风雨，都会依然陪着你。那是双翅膀，给了彼此每一段旋律。每段旋律。到底哪来的勇气啊？会红啦，这首歌在高中的时候。谢谢。带来这首 Uncle 曲吗？啊 ，Uncle 了，有了，我们已经 Uncle 了。不想多说，不想多问，不想理解以后会是怎么变，只想坚持，只想继续，只想守住我对音乐的理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亲朋好友看得见，我的梦想就在不远。家从家的已不见，你家的老嗷嗷，你家的老嗷嗷，你家的老嗷嗷嗷嗷。说不想多问，不想理解以后会是怎么变，只想坚持，只想继续，只想守着我对音乐的理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亲朋好友看得见，我的梦想就在不远。就算家从家的已离不见，你家的老太陌生了。哎、欸，你们知道你们刚才唱什么吗？哥哥啊，欸、你解释。啊？他们副歌的部分。你家的老嗷嗷。夹什么？你家的老。你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吗？这首歌是那时候我们刚组团的时候啊，然后去表演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跑出来一只甲虫，然后他去吃我们的那个便当掉下来的菜，然后我们就跟他相抢一样。然后他都不会放，就写的这首歌要抓住我们的梦想。耶，煎包嘞，到底哪来的想法了？你家的老，你家的老，就会有饭吃。
懂了吗？好，开玩笑结束了。好，哇，这三首歌真的是太厉害了，难怪我们都不想唱。好，我们要唱我们的 Last Door， 醉了没？好的。大声一点哦，很简单。哦，哎呀，哎呀 ，Go Go Go Go， 哎，是啊。好像只有两个男生哎。哦呀，那呀，女生来哟。这夸张了你，女生。Come on。怎么还是只有你们两个？其他的睡着了吗？大家一起来。
唐唐，还有我是 Humble。冷静，
也不要听他们唱奇幻动物园。好了 ，OK， 还有吗 ？OK， 好，一次，讲啊，一次了，两次，最后一次机会，你们的声音。好，唱奇幻动物园好不好？OK， 好，我看他们一下。OK， 可能要等立法院再审核一下哈，三读动库。好，再一次掌声，最后一首歌。为什么一直有人点自己的歌啊？我们就上来就一起勾，所以我们准备的今天真的是这样的。走着走着，我走到哪里呢？拉萨了看到一座动物园，你想得出来吗？融合了许多动物，那是暴龙，暴龙，为什么你的前手那么大？因为我想麻痹。啦啦啦！好了啦！好了吗？
好，谢谢袁卫亮，感谢大家今天来到铁花村。各位离开的时候呢，请把那个空杯、空瓶、空罐拿到我们侧吧那边。离开的时候检查一下你的东西哈，不要遗忘了你的摩托车钥匙啊、房间钥匙。好，谢谢各位，我们明天还有这个高伟勋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铁花村。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走路可以边喝边吐，也很难到家哦。OK， 拜拜 ，I love you。